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诗书画，我是曹可凡。自古以来，文人都喜欢通过托物言志的手法，为各种意象赋予不同的含义。在数九寒冬中，坚毅挺拔的松树和柏树就经常出现在文人墨客的笔下。岁寒，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。经过孔子这样一番提点之后呢，松柏就成为了一种坚贞品格的象征。和梅花竹子并称为岁寒三友的松树更是受到文人的喜爱。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就曾经在寒冬中饮酒赏松，他与松树啊惺惺相惜，为此做成诗篇来赞美这个高洁的树种。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欣赏一下这首《饮酒其八》。《饮酒其八》，东晋，陶渊明。青松在东园，种草没其姿。凝霜舔异泪，灼然见高枝。连林人不觉，独树众乃齐。醍醐俯寒柯，远望时复为。无声梦幻间，何事谢尘机。刚才我们朗读的是东晋诗人陶渊明的《饮酒其八》。这首诗的开篇两句呢，点出了青松生长的环境。挺立在东园的青松被杂草埋没，可见杂草疯狂的长势，也从侧面表现了青松在这样的环境中的孤独。下面两句呢，表现出了青松凌寒的特点。舔就是灭绝，异类就是杂草。春夏时节，杂草也是青绿色，并且长势疯狂，所以能够埋没青松。但是到了霜露凝结的时候，杂草经受不住风霜的摧残，终究还是凋零。这个时候呢，高高耸立的青松就显得分外挺拔。第五六句呢，表现了青松孤高的特点。如果青松夹杂在树林中，并不显得突出，但只有它傲然独立在天地之间时，人们才开始对它啧啧称奇。上面的六句呢，是对孤松客观的赞美，而后边两句呢，强烈地渗透出诗人的主观感情。寒柯是指寒冬中的松枝，诗人常常提着酒壶在青松下饮酒抚松，即使不来东园，他也时常遥望着青松。这两句承上启下，引出了最后两句诗人对于人生的思考。谢是指绳索，在这里呢，是用绳索绑住的意思。谢尘就是被世俗所羁绊。诗人面对着孤松感慨道，生命如此有限，弥足珍贵，何必要把自己束缚在凡尘俗世的网中呢？言下之意就是说，做人应该像孤松一样高洁挺拔，卓然独立，不应该与世俗苟合，随波逐流。古人除了把松树比作品行高洁的君子之外，还把它比作能够担当国家大任的人才，这都得益于松树高耸挺拔，粗壮坚硬，常用来做建筑宫殿的栋梁之材。松树的这个用途呢，也正契合了传统文人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追求。因此呢，他们常常以青松来自比，有才时可堪大用。除此之外，松树四季常青的特点也被古人赋予了长寿的寓意。我们经常听到的祝寿词就有
福如东海长流水，寿比南山不老松。松树在诗人的吟咏中万古长青，在岁月的长河中散发着它隽永的魅力。大美诗书画，笔墨中国风。历朝历代擅长画松的画家呢，可以说是不计其数。我们之前曾经在《静听松风图》中领略了松树的宛若游龙，也曾经在《松下鸣琴图》中感受了松树的郁郁葱葱，但这些都是把松树作为背景来表现的。那今天我们欣赏一幅清代画家赵之谦创作的《墨松图》。在这幅图中，松树作为画面的主体，被画家进行了着意描绘。画家没有选取松树的全貌，而是只截取了树干的一段进行表现，因此呢，古松显得更加高大挺拔。画面中呢，细枝和松针穿插交错，疏密有致。粗壮的树干上布满了鱼鳞状的纹路，画面下端的树疤也使松树看起来更加的古朴苍劲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赵之谦不仅是一位水墨画的大师，他对书法篆刻也很有造诣。他别出心裁地把书法、绘画和篆刻的技巧结合起来，形成了自己的风格。以这幅《墨松图》为例，有的松针细枝以篆书、隶书的笔法描绘，入笔沉着，起笔有力；有的松针细枝以行草的笔法表现，挥洒率意，豪放洒脱。这种灵活多变的笔法，把树干的苍健、松枝的生机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。这幅《墨松图》的酣畅淋漓，也离不开画家高超的水墨技巧。画家用较浓的墨色描绘细枝，用较淡的墨色描绘松针，因此呢，细枝和松针虽然是穿插交错，但是浓淡分明的墨色使它们一目了然。徜徉在山水画的长廊中，我们就会发现松树随处可见，甚至到了有山必有松的地步。岂不黎宁寒，松柏有本性，任它漫天风霜，凄凄惨惨，松柏都岿然不动，以它倔强的精神迎接着风霜的洗礼。